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作为助理助选主任，要求 Facebook 撤下网络媒体 New Narrative 未经授权而发布的网络付费竞选广告。由于这则付费广告在6月30号提名日之后仍被沿用，因此属于竞选广告。根据国会选举法，发布网络付费竞选广告说明 New Narrative 正参与选举活动，但他并未获得任何候选人或竞选代理人的授权。 Facebook 已应当局的要求撤下这则广告。